当天曾被三个小姐姐堵在厕所里。哎，姐妹，快快，我堵到人了，我堵到人了！把车打炸，把车打炸，别让他出来！哎，炸了，炸了！让他感受我们虎墩三姐妹，啊呸！让他尝尝我们战神三姐妹的厉害！我丢，这帮小姐姐是真的坏呀、啊，还想堵我！看我的！不爱！奥利给！干了，兄弟们！我的妈！好多烟啊，怎么还有烟呢？这么多烟什么都看不到呀。你别笑。三位小改改啊，你们堵住我是没用的。实话告诉你们啊，其实我是神仙，你们打不死我的。哦，黑哥，你真把我们三个当傻子啊、你要神仙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助驾。姐妹，使劲往里扔雷，炸死他。就是炸死他。你别笑。对，炸他，把他炸了。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三个老娘们忒狠了，一看就不像好人呀。那就别怪小爷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我没血了，好疼啊！再炸一下，我就要血了。姐姐们，不要炸我了，好不好？没血了，姐妹们加把劲，小子快不行了。对对对，快扔快扔！太好了，接着点。这孩子真棒。哎，不是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哪个虎墩把他堵里面了呀？哎呀，脑子没看好，是也是哪出问题了呢？姐姐们，送你们一首歌。树林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，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